好的，这年头赚钱不容易，但是如果说你脑筋变化的够快，有创意的话，阿内利的有探几个机会。待在家里哦，不会有创意，最少要看看电视，想一想，真的，要不然出去逛逛夜市啊，到处看一看，什么人在赚钱，他为什么赚钱，是重要。来，张胜书老师，我们就来看有哪些命格的人，他真的可以靠创意来赚到钱呢？好。其实真的地球到处都充满大量的浪费，我们只要抓到了方式就可以知道用什么创意来赚钱。但是今天不教各位创意，教的是哪三种命盘最有创意啊，你请教这三种人就对了。所以我们先来看命宫或者事业宫哈，如果是有巨门的，我们往往右方又够了，对不对？我是阳巨格啊，好 lucky 啊。我们看啊，巨门这颗星啊，基本上它是非常有创意而且很细心的一颗星，可以观察到很多细微的事情，而且它最擅长的是把创意讲出来教别人做，所以很适合当名嘴，很适合当代言。第二，但是教别人做是很重要的啊，所以大家有什么缺少创意的脑筋空空的可以来问文婉，是像巨门命宫也是巨门，对，没错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看命宫或者事业宫有贪婪，郭靖出现，但这颗星跟巨门就不一样了啊，这颗星是什么？它有创意，自己去行动。哎呦，我们木华也是啊，你看，他也是贪婪啊，对不对？他命宫是空宫嘛，所以看对宫的贪婪。而且紫微上也被，所以这颗星哈，这个比较可恶的就是他自己赚，因为他行动力很强，太准了，老师太准了，他不会抱人家做。哎，像巨门就是抱给人家做，有时候说哈，把狼逼歪探个嘴。好像做红灾了，对哦。但是贪狼这个是我看到了，而且直觉很准，他自己就行动，自己去赚。所以这样的人哈，他也是属于创意就可以来赚钱。很有钱，但是属于不够朋友的。人缘不好那一群，财聚人散了。那我们再来看呢，但最有创意的呢是天机。哎呦，天机，天机，你看，哎呀。今天四个来宾都在这里，可是哈，天机这颗星是属于军师形态的，就是帮人策划、帮人规划，其实也是不红毯，自己的行动力还没那么强，我当然给他干不丢电哈。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星，为什么叫军师形态嘛？就是他的创意哈，有人逼他，他反而可以发散得出来，所以这时候有个好老板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哈。来来，赶快最后进行我们的神秘色彩占卜，不景气的年代。我能把小钱变大钱吗？时间有限，大家卡紧嘞。对，好来，因为大家现在拥有的大部分都是小钱，我们来看未来一个月呢，是不是小钱变大钱？题目就是呢，你拥有一个神奇聚宝盆，钱放进去，钱就一直生出来。好，那这个神奇的聚宝盆，你觉得它会长怎样？第一个呢，长这样，有没有黄色，然后盖子紫的？第二个呢是黄色，盖子是绿的，或者是淡淡橄榄绿加上淡淡粉红盖？还是你喜欢这种有没有蓝绿色系，但是都比较淡的，还是黄色？好，有没有搭上淡淡的粉红色的盖子？这个聚宝盆是会生钱的哦，直觉哦，直觉。好，来文文，二号，二号，好，一号，一号，一号，艳丽，我也二号，二号，好，软董，我也一号，也一号。哎呦，这两种好像是我走。现在在欧洲，你们喜欢吃那种橄榄哈，所以我们这个橄榄接得很好，应该是淡蓝跟红色盖子这个吗？好，所以今天他们很悠闲呐。是，我要一号，一号，哎，好抢手。我要跟富婆选二号。跟富婆，阿雷瓦贝最后一组，好。我要人就是不要嘴硬哈，我们要多跟有钱人交朋友。一号。好，大家通通都选好了哈。虽然说别人有钱，可能跟着选是很好，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。全掉了五件呐！好，我们首先看一号，本日最多人选是。也许人家有钱人有钱可以赔啊，你没有钱可以赔啊，这是小心贪心失财哈。所以观众朋友选到这个，代表你目前的投资呢风险有点过高。如果你没有十足把握的话，未来一个月要小心。好，股票卖一卖。那二号今天也是相当热门，观众朋友选到呢是。这个呢是属于辛苦拼命，就是说有赚钱，但是是辛苦跟拼命来的，所以并不是轻松，所以分数就没那么高喽。好，第三个呢，陈老师跟观众朋友一起选。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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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对，这个是呢投资很正确、哦、代表可以以小博大，而且呢之前人家不看好的投资在未来一个月都会大涨。好、哦、多 棒, 太棒了。那来看第四个观众朋友选的是80分哦、嗯、这个呢是富贵逼人，也就是说呢会很轻松的赚得一些钱财。那他的分数虽然没有100分，但是因为他是轻松无心眼无心机的状况下自然的涌进来，所以算是别人抱他赚钱，他没有用力去赚就对了，也是很开心的哦。那靖晨姐呢是今天在场最高，算是第二高分的60分，真的。然后我们还有人选呢，这个是小赚，这个好了，好会小小的赚，然后呢稳住，然后心里暗爽，大家可以买一只手机或买一个包包这样子。OK。祝大家都赚大钱，谢谢。真的很小赚嘞，来来来来来，投资的年代多花一点脑筋好不好？来，谢谢这位老师，谢谢这位。富翁来了，打开爱探集啦哈！祝你发财啦哈！每天看，家里发财，家里探集，好不好？来。